脑短刀房啊，这是。罢了。我想去蹭丝的，没蹭着。哎，为什么最后一下还卡我一下呀？我心态崩了。这没了呀。恐刀怪呀，
炸了，先知那一波起来就炸掉了。节奏挺好，没挂上人，被前锋骚扰了。我知道他要回来投，还有怀表。然后第二波的点就炸到那个三层加速，卡了我一下，醉了我也是。别抓呀！你给他一刀，他就被给了。那我站下面是空姐。两台，还差两台，然后一台先知的遗产。还得练啊！
是最后一台寻找木马。人呢？我找一个地方摸去。有事就好打，没事就打不了。哎，刚才有耳鸣的人不见了。
还得双刀呀。不是这么弹的吗？哟，还是给他开了。
鸟，没看懂啊。哎呀！手拉的真给力。以为我要舔你们。
咯。
打着打着卡死我了，我已经醉了。这破游戏2080都带不动。你这不敲账不白给吗？他要听不见那真是见鬼了，直线超盲女去。这还不挂的吗？不知道什么技能，反正没教。不要跟我一起跑呀，我日！白给吗？反正无所谓，你抓舞女，忙你在外面秀的开心的一匹，不亏啊。还闪爆呢你。假装自己有球。没球，哎，大逆战了，爽！非常爽，此时的心情。哎呦呦呦！哎，生气了，生气了也没用，队友走了都。
就很爽。直接把大房跑就完事了。我日，这还用个约瑟夫呢。娃娃一放，哎，这就难受了呀。中了呀，闪现交了，怎么都没人帮忙修一下机子呀？还可以，要是有人能把前锋摸好，那就更好了。等会等会，让我消消乌鸦，兄弟，消一下。怎么就千里之外他又打我金像了呀，我真的是头都大了。
挂不上我。快点，快点，兄弟，给力！他闪现打我一刀，嗯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一直都跟你开玩。我啥？我又不盖你。这点哎，牛逼！抽个箱子，哎，卖了，可以。小丑不虚不虚，就是他要拉锯的话，直接去碰瓷，把锯给断了，然后想办法秀他一宿。他锯磁铁，磁铁能断锯。弦子，举弦子没节奏。红毯没机，一号，应该是一号和中场。下一波闪现，没交闪就是金身。交了。我发个信号，免得那家伙跑我这来了。
哦，这波开球可以，没挂上人，炸了！交闪了，交闪拿先锋。 应该不敢撞，这边是要撞救的，他在撞，可以，有种。如果前锋死了，我得去救人。残血还在撞，他还在撞。 两个人骑一台，开局擒杀，<笑>好狠呐、啊！装修了，挡住两个狙，可以，没一刀。 如果点完电机，跳头炸了，还吸了只鸟，给力哦！完全都不带虚的，当你面开门，还是有点虚。 蹲他一手，他要往这边狙的话，把他狙断了。慢了，走了。 修，没机子，一号机修，四号有人修啊。 点鸟了，这不出刀，能蹭猴。哎，乖，带闪现了。 就两台，我说中场吧，先直接去补。<笑>
有点慢啊。没倒就行，先知补，我看先知有没有去啊，跑过去了，那就行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机子不修了呀。我就补一下黑妹的遗产，我机子不用修了。等会先知他那边没电机，他俩要过来了，让一下吧。算了，我还修一会儿。这波黑妹必死，就是来被震死了。二级火溜不动呢，先知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哦哟，一号机哦，没看见呢，我瞎了，放哪去了？放我救了，抓先知去了，守机子。两个人补墓地，然后我要去跑去救先知，他估计是要么换时长要么换传送。还在睡先知，你看这速度，你看这速度，哎，他过来了，小机子了。他都没一刀怎么击天啊，用脚赢。开呀，别慌啊，开呀。送个锤子。好吧。
往墓地跑，全都是他的火，得走。我真敢翻。兄弟，扛刀，扛刀，扛刀，兄弟，兄弟。兄弟，你菜刀术，对，灵性，菜刀术。有时候少说几句总是好的，这下尴尬了，抱跑木地。救不了，救不了。哦，门开了。门开了，我还往这跑。哎，这波能赢的呀，亏死我了。放个娃娃往小门跑。在跳尸那边，等我再修。QTE 啊，看的时候不出，不看的时候一大堆。被亮了，哇，这修的也太狠了吧，那就差一台中场的了呀。
空姐过来补一下本体的呀。Nice， 灵性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放心补我机子了。亮啊！用命别亮啊！等我啊，贴个门啊！嘿嘿，手贱了，手贱了，差点没了，差点没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闪跑！我娃娃就偷一下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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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马上过来了。哎，美滋滋，偷了就跑，真刺激。好像是那个女巫啊，刚才看见一个矮。所以我没有前途。你看那个先知们，你看那个先知们抓先知啊，兄弟！哎呀，招谁惹谁了？怀表六鬼，就是个板黄，我板子全给你下了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偷偷不大记住。满夜的快乐前锋，修石像去。杀前锋了。还挂到了 VIP。给力！
还好我带怀表了。打不打嘛？你打，他这不过半。兄弟，我救不了你了呀！你脱离这个 VIP 吧，你脱离 VIP 还有救。限制去救了，他那台机子其实是限制的遗产，但是我重新起也行吧。前方下来有球，开一个长球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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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犊子。压好了，那咋办嘛？压好了，要我去救人吗？我不如跟他换换，黑妹死了还有猴。哎，都哎，多修了。点啊点啊！我的妈耶，真的慢。多修了一台。又是这日常的四号机。不爱的女巫的嘛，突然冲出来给我一刀。下板的声音，他在三连。条条西。又不下板子。哎呦，这波亏啊。闪现废我香水。
傻了，白给了，这蜥蜴傻了，是卡了一下视角傻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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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搞根针，估计还在跟，还在迷茫，人不见了。哎，我人没抽到针呢，那怎么办呢？真，嚯日，这比真的还给力啊，兄弟！墙角人撤下来了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见球。他这是编了一下实体吗？我要带球的话，这赶不到呀！我必须救啊，不能带球，带球这前锋的嗝屁！跳不跳？跳！给力啊！给他一个球就好了。哎，哇子，玩的真刺激啊！还有10秒，大概3秒之后，一个球给你拉到红毯去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兄弟，你再不开，咱们4个人全都得死，快点啊！中了中了中了，哎呀完了，还可以还可以爬，咬下来更好，咬下来了，
差点输了。不嚣张，不嚣张。万一他是一个上等的耳机，听见就完蛋。板子一下，恩怨就没有了。盲女女不抓你，能抓谁呀？鸟没交出来。先知遗产机，亮的牛仔。你看这前锋怀表都不带的，给力不给不给力，一个比一个优秀。哦，牛仔就，我就说呢，我就说怎么可能前锋不带怀表呢？等会儿不对劲。你不杀盲女人，那你就等着机子蹭蹭蹭没有吧。我怎么感觉这波他不守啊？这一台是牛仔的，我修完我得去补，然后现在自己起。过半了，修得好慢啊！他，反正下了。这波先知救我修机子，哇，差这么多，这牛仔机子。快点摁住我，摁住我，摁住，摁他呀！我的个妈耶，摁都不摁，那再见。我不开了。
亲自摁一下呀，摁一下不就要好了吗？真的是，那这到头来你不摁，你还不是走不掉，还是一样死。小石像。什么 bug？ 我搞得我是成那个先知一样，还给鸟呢？把钱给你下了，你踩我就转医院。真敢翻，我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。转医院，哎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头了吗？你这是？兄弟，上头了呀！你再追你没了呀！游戏结束。帮我下板子呀！不跟你玩，跟你玩我绝对是我吃亏。可以开枪打吧，给力！虽然吃了一刀，无所谓。空姐屁股挺，既然没我事，我逛街去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没我的事。抽个宝贝，洗一台。我不用修，修个锤子，也不用打针了。等会儿就大阴仗了，这里戳几个箱子。
哦，厉害呀！闪现杀空姐，空姐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反正我是遛鬼遛到最后应有尽有，挺爽的。等会还能拉球玩。想放个娃娃，往小木屋跑。他在海边，先苟一下。用娃娃修一会儿，然后我再去补小木屋的，等到把它带走，差不多了，还在，等一会儿，怎么还在带走啊？交闪杀娃，那你怎么杀那个磁铁啊？你把闪现交了。人家我看着你，你就不出 KDE，我一切你就赶紧给我出。修不动了呀！我先贴本人去贴吧，万一等会儿救不到就尴尬了，救人要紧了，贴门先放一放。白给吗？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！
没走了。现在就等磁铁嗝屁。我无语哥。没有用，他现在才换传送，人都溜了。看啥屠夫，然后再考虑蜘蛛，直接修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去把站关了。坐坐坐坐坐，我带你开车子。白给白给，开始白给。白给白给，我要坐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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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力，舒服。开心吗？反正你开不开心我不知道，我开心。滋你一下，我接着跟你跑。哎，追了不追了，你爱追不追。大印章了，大印章了，走了走了，贴门了。还摸个锤子，马上大印章了。然后传送开枪打他啊、哦！传送的打他啊、哦！修石像。
哎呀，没看见相机，我操！修啊修啊修啊，还等啥呀？赶紧的，不要！摸呀我日！本来是被捡了，这就好说了啊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捡了吧，皮吧，你接着搞啊，被捡了吧。我他妈谢谢你啊！闪现，双倒，给力啊！你这都那早点摸，我不就起来了？他非要在那搞，真的是醉了。本来这个位置就容易捡，只要打气球刀等着吃枪吗？走了，这把消失了。哎，好卡！等下他过来了吗？假心跳。要不玩，要不玩。哎，没办法，金像都那边受伤了，我又不能，如果补完机子，我就受益就亏了。
这空姐被刷死了，神奇。这不是基本操作吗？这还要学呀、啊？这约瑟夫的挑战是必有的呀！哎呦我日！你感觉救不到啊？可以打到尸体，然后再死一波镜像，还可以打。没死进去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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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双玩牌守门传送，哎。先玩个牌回对面，然后再玩个牌再回这个门，修是挺修的。你看你就在那搞了，傻子操作。脚印都没了。救出来吧，帮你扛呀，你怕啥？这还是有点怕的哈。着急凑个箱子，把他给扯出去。他等会要拍照了，拍照的对我有利，拍。先进镜像，他椅子旁边有镜像的，镜像就不救了。有点小尴尬。要是有怀表就好了，有怀表带出去了呀。这娃娃秀人慌嘞，哎，给你弄的娃娃，等会儿就知道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好好的中场不修秀人慌，蜘蛛啊，枪交了，还吃一刀。等一下，人皇有娃娃，受伤了，如果竞争的话，还可以去搞一下，无所谓的。
跟一下吧。他既然没交替身，可能闪现。看吧。换了有用吗？换东西我也要撞你。你放一个石，我踩一个。还能搞，小问题小问题，还能搞一厘米球。可能的，我不帮你搞起来，你自己教自愈吧。你上把约瑟夫不就搞得挺爽的吗？传送交了。走了走了，海顿就老实了，不能修啊，我小木屋走了。哎，他走了，那我回去修。兄弟，别往我这待呀！你往我这待，我很难受啊。闪现杀空姐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带的巨力啊，我没带那个医者，应该带医者的。巨力受益不大，盖不到人，最后面要去救人了。Thank you.
需要个锤子帮助，没有鸟，没有鸟，鸟用了。哎呦，这高速公路架起来了。看他几眼啊！这人打得好散啊！你打这么散，你赢不了啊！不怼人，你不挂人，你是赢不了的。你这样打只会顺的到处都是遗产机，守哪才是守不住。这叫白给打法。每个人给你一刀，这个人来一刀，那个人来一刀。估计要好了，贴门去了，走了。没压好，人皇还在修，机子被守了，重新洗。看你守哪台，你守人皇，我修红毯；你守红毯，我修人皇。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了呀，这都没抽到吗？我傻了都。